多久没有躺在自己的床上？多久没回家？几个月了吧？对啊，所以就需要花时间适应这样。那你会醒来有种就是我是谁我在哪的感觉？会啊，我今天早上就觉得我是谁我在哪。演杀手的感觉怎么样？就是因为自己也没有演过啊，然后就想说可以去试试看，而且又是到韩国的第一次拍摄，然后我也很想要在那边工作看看是一个会有什么样的体验这样。饮食性都可以吗？因为他们比较辣。是 OK 啦，因为我觉得韩国食物很好吃，然后也很开胃，但就是因为太多淀粉了，就是我们很常淀粉会配淀粉，所以就只能尽量少吃一点。所以你有变胖吗？我觉得有啦，就是但就是有还是有在运动，所以就是尽量。那你有跟韩国人学到一些就是什么韩式的保养方式吗？之类的雪花秀。对，因为雪花秀之前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，有参加过活动，也有拍摄广告，我还有去做过他们的那个 SPA， 就是他们雪花秀有一个 SPA， 然后就是也是用他们的那个乳液帮忙推啊，我就觉得很舒服。那做你脸的人，他手有动吗？他说你是后光幻视。不要这样说了。一开始其实不知道，但是他做完之后，他就说。我是你的粉丝，然后签名。我想说，我刚刚都脱成这样，脱到什么程度？没有啦，就是因为正常按摩，正常按摩不都是要脱上半身吗？就是让他按比较进去。这样子很多人要去。但我是还好啊，因为我也不在意。去韩国啊，你就是入境的时候也有很多韩国粉丝在等你这样。其实还好，没有那么夸张。没有，有了机场，没有机场，可能有时候是因为前面可能有其他的团还是什么，然后就顺便。没有啊，没有，真的没有骗你们，没有。还有他那个直播都有，对啊，都有看到，对啊，都